洛克，洛克，我跑去听你讲那个了，你的 YouTube。嗨嗨，今天是上次绑的那样，左边有点失手了，但我已经救不回来了。我记得上一次放天气预报的时候，有人跟我说这样很好看。亚马逊逊，你讲我太不着边界啦，再实际一点。大家早，早安，哈哈，他要跟男的这么乖这么早。下班了吗？今天九点。哎，想睡觉。向日葵，长得像向日葵。妹妹有看到我的 report 吗？哎，圆圆的 report。哎，圆圆的 report。Hello， 刚开播就想睡觉？不是，我这个特效就想睡觉。有洛克有。哎，圆圆的 report。握手会吗？好像有。等我，让我确定内容，不然我不敢说我有。好，我知道了，我看过了。但这个回复好像没有办法在这里说，对吧？为什么大家今天突然争先恐后？为什么今天大家突然争先恐后的开始问有没有看到各式各样的东西呢？IG 有看到，握手会 report 有看到，YouTube 有看到，还要回答什么？还有什么没看到？还有我看到的。谢谢佑英。今天是失败的一半的马尾。谢谢真仙赞助，对，谢谢真仙。桌布很可爱，现在打开手机可以恋爱一次吗？那看到夕阳了吗？今天没有。今天没有，但今天有看到日出。都不发就不用问，有看到你吗？有。何景苗苗有。大家早。北演员，北演员。虽然是这么说，但是还是记得要放四分之一的眼睛在我这里哦。四分之一就好，切四半，放一半。嗨嗨，早安。对了，我今天要发放下我包的文，我还没有发，还没有分享给你们。周六妹妹要一起吃瓜吗？跟谁？吃什么瓜？吃什么瓜？大家早安，黑衣的面好白。我今天为什么要穿黑衣服是有企图的，就是要让你们觉得我白。等一下，杨雄说刚送了什么被盖掉了是吗？哎呦，沙库拉桑，我收到了，等我吃瓜看隔壁台大战啊。哦，礼拜六。
吃啊。哎，不是，我可以，你们觉得我要吃瓜还是成为瓜？谢谢洛克，而且洛克的强项没有，我前几天听到的是基因，关于基因的，基因那块我很厉害，其他的我就超废的。那个脚也蛮白的，什么？林英的塔已经在狂丢了。你觉得要吃瓜还是成为瓜？你看，有人说成为瓜，有人说吃瓜。基因，对，基因，基因决定我爱你。好，来放好了，刚刚好。哒哒哒 ，Hello， 那边已经4500了，哇哦，哇哦，哇哦，好像不行，感觉不行。Hello， 戴睡觉帽子的面面你好，天啊，这是一个什么 title？ 蛮可爱的。乐基跟七七，乐基林杰吗？乐基跟七七还在等下一次直播。Supernatural， 非常确定我那天到底看了什么。哎，谢谢富伟哥，成为瓜吧，富伟哥，成为我可以吃的瓜。一乘三十不是吧？大家现在算的这么仔细的吗？基因决定我爱你。哦，好的，我看到了4000多次的猜拳。这时候我们要怎么办呢？跑，向前跑。这世界好凶险。可恶，我们在我们最强的地盘输掉了。可恶。Hello， 大家早安。哦，等等，那边点完什么？哦，你说点完那个你要丢的猜拳吗？阿米，嗨啊！哎，你叫我面仔，那我要叫你什么？米娅，饭，米哎，米娅变米娅了耶。不，米娅听起来很像喵，不行，我要帮你叫个什么米？米叫崩是不是？崩啊！米仔，希恩你是怎样？Hello， 吉米，原来是喜欢你已经写入我的基因，这样吗？可以好不好？甜蜜我最会了。既然没办法成为瓜，就看别人成为瓜吧。这个时候应该要嫉妒吗？好久没叫到希恩的名字了。决定我爱你，超级恶心，但我很确定。这个帽子是上次大家帮我得来的。那个星梦计划，我们存了好久。我从上一次就说我想要睡觉，就是啊，这样子你们就可以看到两只猪。谢谢亚马逊叔，谢谢七月。昨天做健康操。我跟你讲，我是真的很会跳，好不好？有看到我跳健康操很自信的感觉吗？有吗？大家有没有去看？两只猪可以哦。我是可，哎呀，喵！我刚刚才讲到喵，喵就出现了，是不是本二把喵叫来了？今天的鹰眼感觉不一样。其实我已经换一个月了，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前几天跟团员见面的时候。练习的时候，然后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突然之间一天有3个人，包括工作人员姐姐，然后2个成员都跟我讲说，哎，面你今天隐形眼镜是不是换了？然后我想说我已经换一个月了，大家突然在今天发现是正确的吗？还是它又变浅了？喵，就是刚刚阿米进来，然后他叫我面仔，我就决定要帮他取一个昵称。我想说阿米，如果直接叫米仔的话，
翻成台语就是喵，然后我就想到喵听起来好像喵喵，就好像喵，不行，所以我要帮他取一个从米变成台语的饭，就是崩，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叫他崩啊，好难发音哦，崩啊你在吗？崩啊，Hello Spinning Ted T L 吗？还是 T L 吧 ？T L。今天是比较浅一点，真的、哦？那他是不是戴满一个月会变浅啊？他照理说月初要换掉了，那领头跳的怎么不是你？这种时候呢，我就是要在人群里发光发热。我是低调的自信，低调的自信。我们要跟随柏林的脚步，气势不可以输。柏林在头，我在尾啊，是不是？我们要把 Daisy 包住，有哦，然后才发现自己的年代不正确，帮讲谁年代不正确，谁一超早，我比较爱本文成荞麦面豪华嘴边肉套餐，是不是？看来老板加量不加价的命，哎，不是命，你有一点点太大胃王了吧？你好像，我记得你连基隆煮套餐是不是？然后再一个彗星炒面是不是？再来本丸炒蛋面是不是？你是不是只要有面的 CP 你都爱啊？坦诚说出来就对啊！谢谢小叶的向日葵 ，Hello 许仙，一群少女跳，哎，真的很怀念。我记得我国小，就是之前有给你们看过我的健康操比赛影片，有没有？然后从国小低年级、中年级、高年级各比一次，已经三次了。然后我高中有比过，可是高中已经是创意健康操了。可所以，我等于前前后后我比了四次了耶！谢谢切尔东，等我好不好？我们今天领四倍券，我们从1400飙到4000，我自己写，我自己改写。S 早安，什么怕安安哦？你们那个欢呼真的好吵！哎，我忘记那个口号了，我忘记黄秘书讲的口号了，大家记得吗？我去找。什么？就是一个字，推爆！一个字推爆，好不好？我昨天跟林杰星在看，然后林杰星就看边看，然后呢最后一个超爱，然后之后他就很淡定的说最后一个尾音好大声，谁啊？然后我就说我，气氛凝固了30秒，哇，不要不要我耶，辛苦啦！好吵、哦、Hello 金门草莓酱，什么突然一个反差感，谁跟你吵？本集的重点就是烧肉和牛烧肉、哦、好想吃。它不是你永远你没有办法知道我们当下听到烧肉那个脑袋直接瞬间断线的感觉，有够大声，有感受到吗？有感受到 Daisy 的气势了吗？黄秘书真的很会，还有人称赞那个开场的写词的写得很好。Yakiniku tabetai ne tabetai， 烧肉对你们的吸引力真的很饿，我想吃，而且吃到饱哎。我们可以吃垮公司，听到烧肉直接暴走，全部都有押韵，烧肉根本台湾烤肉派。谢谢大家好，我们从今天开始改名，我是烤肉版的蔡雅恩，就是没有麦当劳，金门什么都有，草莓酱你现在在金门吗？为什么？
请各大烧肉店来业配。关于业配，我们是专业的。No no no。OK， 太可爱了。OK， 到时候不管哪一组赢的话，黄秘书都会去吧。我好像已经可以预见那个画面，非常的有可能。我现在就去问问黄秘书有没有这个打算，好不好？他这个计划说不定已经……难怪他会这么努力的想这些开场白，原来老板早就跟他说他的奖励在哪里了，是吗？小薰，你等等，小薰，你为什么打咏春拳去了？Hello， 坤坤，切晃，切晃，谢谢帮你讲的掌声，鼓励鼓励。哎，我刚刚是不是有看到命送真情告白？然后我是不是忽略了那个特效？谢谢柳橙的向日葵，罐头可以做个烧肉了，我也觉得。真正的赢家是黄秘书，黄秘书自肥，黄秘书不可侮辱黄秘书。对啊，他根本没有差，好不好？Hello， 快鞋子，切黄不用量，但是切黄有粉丝，他需要为了粉丝维持身材啊，这样才不有违他当偶像，好不好？他是需要好好的维持他自己，维持他最健壮、最健美的身材。Hello， 贝尔，好感动哦，哭了。你说为了大家吗？一张十年前的黄秘书带去了，好坏哦！如果问烧肉店老板，那个你猜一下，这是我们在座的谁？我猜他应该找不到吧。Hello， 拉拉熊，谢谢小薰，谢谢小说的心心相印。切黄是偶像啊，切黄，哎，你们不把他当偶像吗？你们每次都坚持要跟他签名，还要合照，不是吗？听喊都直接 diss 他的好朋友，所以我还要留一点点，就其他的部分就让品牌去吧。对，我不是这种毒舌系爱豆路，我太温柔了。Hello， 魏如，谢谢 Sky 的分享，谢谢流星。等我看一下我今天的手气好不好。我应该昨天才知道黄秘书的本名。应该是本名，没关系，不用知道他的本名也没有关系吧，他就叫切晃啊。哈，谁温柔谁温柔谁？某一只猪猪很温柔，尊重就交给我了，尊重就交给我了，是不是？我们走在这一行是需要留点口德。谢谢熊熊，谢谢熊熊跟 Sky， 等我准备好我的小蠢蠢了。本名不是都印在单曲上吗？对，好像有哎。什么雨林？我看到雨林。哦，原来是雨林啊！雨林在这里，雨林在这里。什么鸡腿？树林鸡腿是什么概念？你跟他们的那个肌肉部有什么关系？肌肉俱乐部。你有知道我的本名吗？我记得傅伟好像叫什么什么傅伟，什么什么傅伟，对不对？好，江空梦啊 ，Hello 江啊，温柔这两个字，那你觉得，那如果给我一个形容词的话，你会用什么？不可以用腔，不可以用腔的话，快来吧，说。其实我也觉得酷巴豆花蛮好听的，嗯，但没有到沉迷。两个字，两个字嘛，两个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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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形容很吵，不可以。我想来点。好，一个字锵，两个字锵锵，三个字卡哇伊，哪有很吵？熊妹，此熊妹非彼熊妹，是熊妹吗？哎，真的是熊妹哎。熊妹，哎，熊妹，熊妹，我问你一个问题，哎，不行，我们是不是应该要延续上次直播的话题？熊妹，我不相信你是熊妹，你只
只是说你是熊妹，我是不会相信的。接下来我要出一个考题，我要来验证你的身份咯。对，身份验证开始。什么哈露影？哈露影是什么？哈，对，我要验证身份。好，让我来想想。熊妹，熊妹，我可以验证的是啊，我想到了，刚刚打错。昨天在培训的时候，熊妹身上穿的衣服是什么颜色的？这也太难了吧！这我就不会记得我昨天穿什么颜色的衣服。这好像没有达到爆料的一种效果。我再想一下，是白色。哇，对，白色好像正确哦。怎么办？下面那边蓝色、紫色是怎样？对，冰崩。可是我觉得白色是不是太好猜了？我觉得这还没有办法足以证明你是熊妹。熊妹，熊妹还有什么可以？怎么办？我记得，真的是白色。我抱他的时候还很担心我的脸会勾到他的衣服，所以我很确定我知道他是白色的。昨天妹妹有在现场，昨天妹妹有去吗？等一下，让我想想，熊妹。昨天午餐，我怎么会知道他昨天午餐吃什么啊？验证系统流量太大，读取中。对，我要想一下，大家还有想要知道熊妹的一些什么事情吗？我要知道答案的，我才能问。昨天是一件沾了我的粉底液的白色衣服。对，我要怕我的面粉会去勾掉，怎么办？啊，我想到了。熊妹哪里人太简单了，这上 AKB48TTV 的官网都可以查到。我知道，我知道，这个好难哦。这个是有第一次熊妹留言我的 IG 的时候，她回答我的内容是一部偶像剧。请问，请问偶像剧的女主角本名叫什么？太难了吧！这不，这真的很简单。熊妹很爱那部剧，我知道。妈耶！真爽，超棒！绕太多圈了吧？什么西罗库嘛？666666，真熊妹，真熊妹，太厉害了！她一直在等我的问题耶。熊妹在线上，你好棒哦！我也绕太远了吧？验证成功太厉害了！我们他知道他进来会受到这么困难的那个提问吗？是真的。然后这种时候我们就要来播那部偶像剧的合唱版。我喜欢这个版本。恭喜解锁熊妹！今天的熊妹有上线，白色的西罗库嘛，熊妹，耶！今天的熊妹上线了吗？高阶机器人吗？没有吧？我们家熊妹是不是这么厉害的问题都已经答出来了？你超爱这首歌。我刚刚原本还想问一个问题，但是我是凭记忆，我也不确定。我记得他那个时候留言的内容是有关气球，然后我原本想问气球颜色。我这里是被打到吗？我怎么这里会这么黑啊？但我发现我的右眼真的被 K 到。我记得那时候他好像关于气球，然后气球颜色好像是紫色。但是我已经不确定了。亚马逊炫，快点动用你的搜查能力跟记忆力，真的有点暗，我好像被打到了，自然黑。我是不是没睡饱？我被谁撞到了？是不是头上这只猪掉下来？熊妹有上线的好不好？而且他还等我的问题等很久。原来所谓爱情是这模样，就承认一笑倾城一见自难忘，说什么情深似海我却不敢当，最浪漫不过与你并肩看夕阳。
想，我心之所想，想和你游四方，赏晴日的风光，想和你铺纸笔写一生的篇章。阿华要记得回来哦，请见，这样就没问题了吧？请问看得出来我有任何不正常吗？啊，杨爽你好破功啊！谢谢小勋送的布，点春拜拜，杨雄嗨嗨，大家早安，阿华 goodbye， 把你的拔掉，再把我 ，Hello 木木，看不出来跟平常一样不正常。你们刻了一点什么？可以给我来点吗？一看呢，哎，我发现“面”这个字啊，被大家玩的超有趣的。像我之前原本发了一篇那个 coffee tea or soda， 但是其实我一开始没有想到 soba， 我是发第一个人留言的时候，我才想到，哎，对呀 ，soda 跟 soba 很像。哎，吴奇飞，哎。吴奇飞，你在废吗？那个超像说吧，是说大啦，请看哦，对，不对，吴奇飞，这感觉就不是吴奇飞。我觉得今天要来验证一下这个吴奇飞究竟是不是我们认识的吴奇飞呢？真的很像，还有人是吗？是小慧吗？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不行，我们没有断钩，对，断钩了。谁说小生日快乐啦，我傻眼了，你不要跑到人家的直播间好不好？好凶哦啊，没事，我从今天开始改叫羞羞，大家好，我今天生日。好，没有，不要理我。这个吴奇飞没有勾勾，我觉得是假的，所以我们应该要来身份验证。啊，对不起哦，他好凶哦。怎么办？他凶到别人的屏哎，没有问题吗？是谁宠坏？不行，吴奇飞会对我这么凶吗？感觉好像不会，所以我确定不行，我一定要来身份验证，身份验证。来想一下，大家有想要知道吴奇飞有什么问题吗？然后我知道答案的，我就可以问了。天地会，不是。我要开分了，对啊，那个是全屏广播，没错。小慧等很久了吧？有太多问题了。小慧期末成绩平均，吴奇慧被当几科？怎么办？好像他有讲过吗？他有没有讲过、啊？他倒是知道，哎。他好像哎，我有跟他讲过我被当几科吗？这好像也没有，不对，这是爆我自己的料，不行，我要想，嗨，小慧不是真正的小慧，我就不会呛我，是真正的小慧就不会呛我，哎，吴奇慧，我觉得你可以开呛了，这个问题不管答对答错都中枪吧，我突然想到了一个问题，就是。不要聘聘那个问题，我不想知道答案，所以我也不会问。面面，我不是欧趴，对啊，我是欧趴仔，我超厉害，我欧趴。为什么可以这样全屏尬广？好过分哦！有钱人的任性哎，我想想。全 A 不是要看学校吗？全屏好烦，我也觉得。让我想一下、哦，吴奇慧。我怎么办？我想不到问吴奇慧的问题耶。哦，上次还有全民说他肚子痛哦。第一次认识是在哪里？这完蛋，我们不熟。我知道了，好，我想到一个问题，请问前几天吴奇慧自己在文章下面标注我，然后那是几年前我们的对话。
这问题可以吧？资料库可以验证，而且大家也不知道答案。上一次对话是几年前？厉害吧？可以吧？大家也不知道答案啊。台大对面的那间，我记得，我可以的好不好？这个厉害，重点是他要去翻以前的东西。来咯，上一次对话是几年前？这么久吗？4.5 ，bingo！ 请问，可是，好，那关于4年前那个话题，不行，那太简单了、啊。那个展览内容太简单了，怎么回到出事的那一刻？坐时光机，透过有镜子吗？不会好不好？这是啥特效？这个是星梦计划的礼物，上一次我开播到11点，然后大家帮我拿到的。你想给我买票？听起来好废哦，这是什么内容？我可以把他，你们等我一下啊，我看我可不可以把这个人处理掉。我可以把这个，我因为这件事情把他封锁，是不是有点糟糕啊？还是不需要？大家如果不会影响到的话，我们就不管了。防踢防进啊！我想来点陈记的鲜牛肉河粉加香菜。开播，我开播到1点吗？没有吧，12点吧。可以，对啊，我也在想，可不可以隔通奔他？公爵不能，好吧，大家不介意就好。小慧吃过晚餐了吗？我猜没有。谢谢杨球的西之冠。隔空不能奔，全屏独角兽，听起来好厉害，全屏独角兽，有钱就是任性。大家冷起来，我们自动复利复月。还有 Super Natural 超能力 Super Money 讨厌 Hello KX X 飘屏的唱我了，哪有？谢谢本王梅子的向日葵，买票不 OK 哦，有心情吧。我们那个时候在讲吉普力啦，吉普力展。我想问，请问大家有看过角落生物的电影了吗？还真的没吃，你们果然是好朋友。这两者没有相关，好不好？谢谢变成新鲜柠檬 ，Hello 伊娜。好想吃啊！角落生物有电影，有电影，有电影，没好看吗？我还没看。我没有哦，我也想看，但好奇内容，我也很好奇内容。其实，我连预告都还没看呢。网页版没有飘屏的，所以你想飘吗？你想飘，我帮你飘。我是说，你了解他还没吃晚餐吗？啊，我想到，不行，那个是业配。我原本想说，我知道他饮料要点什么。好奇角落生物有电影，这样可以吃。别这样，说不定皇阿玛之后也会有纪录片呢。你看不到飘屏的。我记得他上一次点的饮料好像是，晚安流星。Lingo。有人听懂我刚刚那一连串在讲什么吗？彗星草莓也可以有电影啊！我要演那个，我要演赌神，我要演赌神。再一次，很想猜是不是？听说是现在的最强档，小孩都吵着去看彗星草莓吗？你演一条面，然后呢？蠕动吗？蠕动可以吗？就只是蠕动吗？
所以看电影要先演脆心炒面，结果是默剧，超可以，好不好？不要不要小看我们的演技好吗？默剧算什么？我们轻易的，只要简单的 body language 就可以让你们完全看懂那整部片精髓在哪里，要传达的意境，好不好？小慧编剧感觉会很精彩，会是喜剧片吗？我们就适合演悲惨的，赌神跟海棠小姐。默剧怎么吵？嗨嗨，上庭刷任何人都不刷幻神。Hello， 你好，怎么个悲惨法？就是。大家有悲惨到吗？想到，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这个？这个跟什么“利咕利咕新年财”吗？我找一下，我找一下，我找一下哦。最发人深省的一段，欢迎回来。怎样？就是这样，我就只会这个。几点？今晚我想回来了，我来画特服。为什么现在的特效都这么酷？您是否在搜寻演员的自我修养？这个我之前查过，但我发现好像只有简体版的才有整本书，因为它繁体翻得很奇怪，所以我在想之后要不要去买。简体，哇哦，土拨鼠！对，只有简体，其实有翻繁体啊，被扯掉了。等我把特效关掉，谢谢豪哥。想要听土拨鼠声音吗？土拨鼠，土拨鼠叫，土拨鼠叫声十一小时。
个小时啊！我决定复制贴上啊！受到惊吓，我觉得刚刚比直播安静一些哦。所以你喜欢直播所的叫声吗？不愧是墨俊人，对不对？对不对？我就说我们是可以演墨俊。哎，快点！哎，吴奇慧，你开始写剧本。浩杰星 ，Who are you？Where are you, Slender Man? Where are you? 这么说跟土拨鼠有点像，谁跟土拨鼠有点像？然后我吗？有新影片了。洛克，洛克原本就会看 AKB48 听 TP 吗？还是真的是因为上一次才认识的？谢谢小柯森。好的，我待会放一波嘀咕嘀咕，虽然我没有看过。最美的消息，看不到双子座，流星雨洒满天际，就只仙女棒代替。嘀咕嘀咕是打麻将的啊，我好像没有全部看完。三星流星。幸福的倒影，好，刚列过一下没听到问题，就是洛克平常就会看 AKB48 听 TP 吗？素晴らしい Hello 落日一笑，小慧去写，对啊，小慧去写剧本了。我不是说叫她去写了吗？原来小慧跑去追歌台浪，没有，她去找灵感了啦。她要去写那个，就是她自己一个人的独角戏，一个人的独角戏，星空恋曲。不行，我的 YouTube 最近都没有出一些什么新的新歌给我看。啊，小慧在擂几台？他是影分身吗？会啊，只是潜水潜很久。那你推谁？洛克推谁 ？Hello， 哥哥啦，好难念，哥哥啦吗？有没有念错 ？Hello， 阿正 ，Hello， 雅乌 ，Hello， 阿基拉。豪哥现在是子爵哦。特效怎么那么炫？不一样。我记得，谢谢阿 K 的布，剪刀石头布。Hello， 骷髅。Hello， 古早喂。刚吃饱，有吃饱哦。有，我吃了一只武器会。我要吃，怎样不能跑吗？可以跑，跑，向前跑，反正呢，啊，能不能太有自信，对不对？好吧，算了。我原本要讲的话太自肥了，不可以。对，我吃了一只，可以说推下来，可以啊，为什么不能说？所以是推我们的队长大人，哥哥。低着头，你朝我的方向走来。猪猪教你要会浪，有没有什么浪之歌？让我看到浪漫 Duke， 浪子回头，不行，我不会唱。浪榴莲，小声的讲刚刚那一段啊，就是反正他浪来浪去，心都只会在这里。我没有要途径，回头是岸，放下屠刀，立地成佛，施主，回头是岸了。我现在应该要，有没有看到我亮亮的李平头？浪漫 Duke 最近沉浸在汇聚宇宙能量的茶壶，哎，最近的我都没看哎，怎么办？我太久没有更新
终究会回家的。我这里不像避风港吗？不像吗？原来是学佛的。臭美，我倒臭美。我香正，我香正。哈哈笑，我悲伤基隆港。想的太多了，遇见你以后，一切都是好梦。可是我不会唱粤语啊。刚刚才意识到自己之前断歌了，没关系，有好多好多人断歌哦，断歌的几个手，人家都可以去，不要再赏月了，本台只接受赏明月，不准赏月好吗？明月站出来，让大家赏一波，就跟国树的树，跟国树的胡子一样。快，快点，每个字站出来，帮我把夜风明月叫出来。明月是我们可爱的吉祥物。怎么赏月？像月亮的不是吴奇焕吗？坑坑巴巴。我才没有满月，我有金钱了。你的脸就像月亮一样引人入胜，坑坑巴巴。就直接让它成为事实就好了。我觉得我要学习了，妈妈，你平常要怎么呛我的？我不行哎，我是要进入备战状态。我觉得我不够呛，是哪里错了？我是不是哪里没有开机？可以，不好意思，大家可以帮我找回那个感觉吗？你的温柔人设呢？就是因为太温柔了，我现在想不到任何呛他的内容。现在有开瘦脸吗？现在看起来有开瘦脸吗？我的尖下巴，我引以为傲的尖下巴呢？你呛全屏的不是很呛吗？他比较呛吧，他凶我。我是在备战状态。觉得我的脑袋没开机，不行，有什么很呛的歌吗？很呛。
很呛很呛很呛的歌。辣面面感觉吵架很弱，我也觉得，怎么办？我好像输了。可以，何景喵喵是不是走错台？双姐的吵架歌，超飞。今晚我想来点星巴克的特选馥郁拿铁。辣台妹辣一下，啊不就辣辣辣。不合理，上次你昨天去哪里，电话没有关机，一定太弱，平常没有这么弱吧？还是我真的不够呛？我现在就打给林雨欣求救。林雨欣，林雨欣，林雨欣，他现在还给我，他现在给我有韵脚哎，好生气哦！上次小灰心真的被到笑，啊，他今天来社吃了啦。一波带走，连碗也不留，直接吃掉。你本来就弱，对啊，那集在直播，他猜拳很忙，再一人就输了，没关系，这次直播认输了，下回，我们绝对不可以，怎么了？太白痴了，你要把这段念出来吗？说，不要，好废哦。寒山问舍得云，世间谤我、欺我、辱我、笑我、亲我、贱我、误我、骗我，如何处置乎？只是忍他、让他、避他、由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过几年，你且看他。我请为我们走之前，我现在就关直播。没有听懂吗？我们近思语之类的东西吧。啊，近思语大全，不行，沙弥瓦高啊！你们要不要读书啊？那高傲啊，高傲要送猜拳，这就是一个努力猜拳啊。我们就在猜猜吧，好不好？老板问我说：“
快五千次。猜到手软。只有你觉得卡吗？我好像这边也觉得卡卡的，怎么办啊？我没有什么很没有卡，我没有很呛的歌哎，我想要找到一个感觉。我怎么抢魏颖小慧就抢我粉丝？我说哎，我这边没有卡，乐吉那边超卡。我现在脑袋在思索有什么歌可以让我比较有气势。我觉得小慧今天是剪刀枪，今天可以写直播 report 了。我觉得出的太是因为那天打电话叫你叫床叫了半个小时，你在讲什么啊？等一下，用字遣词不当，叫你起床，用字遣词不当。什么？有啊，才会持续输出，我觉得不行。约会帮你报仇，才会不用，没事啊，乖，我们佛系，好好说话，有毒不回。没有，他不是初恋，他也没有欠我一个道歉，他欠我很多个。不行啦，真的好废哦，这样完全没有在战斗的感觉，这样完全就好像是一面倒，我趴在地上被他打，超生气的，可以那么废吗？我们本台从来都是走一个很温馨路线，哪容得起这种人突然今天来乱，我们就输啊。在了嘞。他什么不在？小慧啊。他不是去喝咖啡了吗？没有。讲了一大堆，他根本已经不在了。他一直在，你自己往上看好不好？你知道他刚刚讲了什么吗？他刚刚讲，他简直就是激到我的点了。我可以用小可爱的歌唱他。你在找面喵求救啊！但是我是真的找不到，不行，我对这方面的歌会量怎么那么少啊？我好纠结哦，我找不到任何很凶的歌。什么废物女友？人家喝完还呛输，我真的是按在地上打。原来你也知道被一面倒哦！哎，大家站起来啊！大家这种时候应该，我们应该要凶起来，好不好？男儿当自强。哎，我真的找不到凶的歌。哎，不行啊！你可不可以快点帮我想一下？我现在我平常真的是直播不懂这种风格哎，我想不到任何可以符合现在这个气氛的歌。我是 DJ 台哎，飞龙在天。干大事是不是太废？不是我喜欢的 type 啊，没有，好弱哦，帅到分手哪里嘻哈？什么？老板这碗面糊掉了。啊，这首歌不行，对不起，等我。哎，我完全不听这种风格的歌，我不知道哪一首可以，哪首不行。不自杀声明。什么？不要生气可以？哪里有不要生气？不要生气，生气给魔鬼留地步。好，就有毒不回吧，算了，我放弃了。
怎么糊掉了？你也要 hello， 再 hello。为什么 flow 好累？破元甲咯，风云变色。你知道五行健康操是什么？五行健康操。风云变色这首歌够呛吗？
不是那个 Juno， 对，不是 Energy。 我记得我小时候也会听 Energy 的歌。丁尺是怎样？ Juno 特战队放手。哎，我之前也播过啊，开个冷气风怎么变加油。天生反骨，所以我现在应该要放反骨的歌吗？为什么面妈那么熟？面妈也年轻过啊，是不是？ Hello 天使的微笑，呵呵。印象中 Juno 也是长刘海啊，都是长刘海啊。加油，我还在累积甩马尾的时候。我到现在还是觉得长刘海蛮好看的、啊、是太老吧我。对啊，小虎队，小虎那个时候的男子团体好多、哦、特效到底是什么啦？是哪里被吃啦？哪里？我还你什么？什么被吃掉？What happened？ 我还你。惊叹号！惊叹号是不是？还你惊叹号！这样可以吗？这样有感受到吗？花花被吃了。我还你花花，我好像没有办法伸出花花给你，就跟你说了放手。火箭被吃掉了，谁？哪里？我怎么没有看到？肉肉台吗？肉肉台的没有被吃掉啊。因为今天凶不起来，国王皇后，菠萝面包，在哪里见菠萝面包？啊，好像有。哎，对啊，武器会火药会这么浓，这么会生火，火箭呢？该起飞了吧？怎样，在那边加油加那么久？用处嘞，只会呛，然后嘞，呛完就走，然后嘞，擦擦屁股还要帮你收拾，是不是？好羡慕。
点分出来，太坏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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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想问乔奈奈的签名，那只是松鼠吗？对，它是松鼠，它叫做阿丽丝。想问吴奇慧的签名是什么？有多少人认出来那是吴奇慧的签名？是，大家冷静好不好？大家冷静。喵现在不要进来，接下来火药味有点重，现在是有什么火药味开打。哦，都没有，这我对这类的歌完全没有，好生气哦，认真的生气的那种。周汤豪的来购，上面有听过。瓦莎比走在路上被打，被说你在呛啊！我超喜欢吃瓦莎比的，我不介意他被呛。Hello， 屏东。我觉得我身为站在这个立场，没有资格继续玩下去。虽然我很想玩。哈娜早安。还是你觉得我应该继续玩？玩。我原本还要想要跟他讲说，豪哥好棒，好什么好棒，好帅，好哎，他上次讲什么？豪哥好帅，好棒棒吗？是吗？是吗？可是我觉得继续玩下去对他不太好，但是我觉得这样太 low 了，所以我得靠其他人攻，所以希望其他酱友们可以凶一点，然后我负责温柔就好了。这样好坏？为什么这种东西要背熟？我花头脑背这种东西干嘛？我应该要背吗？这很正常吗？背这种东西是对的吗？社长还在。我平常一直都在动脑，我今天整个下午都在动脑，我今天用了一整个下午的时间在花选课，然后选课我都不知道要选什么，因为我的系外选修好像要满了，可是我的系外选我全部想选的东西都是系外选修，然后我又不知道我系外选修已经几分了，然后我可能已经过毕业门槛了，可是我的系内选修跟必修都不知道有多少，而且呢我好，以下是抱怨。动脑平常就有在动好不好？难怪突然一堆人没关，因为社长送了红包啊！选课系统看不到啊，已经看不到原本自己有修多少课了。必修科目有表单，可是选修没有。读这个系是不是读错了什么东西？因为一键送礼，你们选课系统好烂哦！谢谢。飘离，我的系外选修光是两个学期就已经全爆了，反正修好修满。
首发。好棒哦，我可以直接正大光明的讲花惹发，哎，太可爱了吧。好烂的系统，应该说本来就不能看到，我不知道哎，我还有发迪卡，但是应该 What happened？ 太可爱了，这完全适合我做表情包啊，谢谢大家。小花今天的子弹用不完了，记忆体满了，听起来是件很厉害的事情吧，我还可以外接啊，是不是？这代表我平常有装东西，我不知道有些人脑袋打下去之后还有回音，中间空空的，想想的，不知道是为了什么，感觉就是记忆体装了也没有用，因为没有东西会进去一样，对吧？你说呢？才是我的外接硬碟。真真早，谢谢扎卡的赞助。想当年多爱历史系，四年没有选过外系，基本上是延毕了吧，对吧？是延毕了吧？四年都没有选的话，那不是也要？除非你通识有选到超过，不是吗？可是每间学校不是不一样吗？ Hello 林庭仁，刚刚豪妈打电话来整理一下。你妈，你刚刚为什么要打给豪哥？哦，没有，你是熊吗？你是熊吗？你是杨熊他妈对吧？你没有认过豪哥做儿子，是杨熊才是。Oh, I'm so sorry。杨雄，你有接到电话吗？等等等等等等，所以原来林庭仁，然后真的跟庭丽有关系。什么什么苦味羊奶讲了什么？哦，他也是标了庭仁。所以林庭仁到底是谁？没有延毕，义务学分毕业。不要。干妹妹的话就是，只是干妹妹，刚认识的干妹妹。妹妹你好，我第一次来。你好，我第一次见你。好废哦！哎，那首歌叫什么啊？干妹妹，是小布布，对，是小布布吧？好废，我今天都在讲，都在讲废话。林婷娇，你是娇，这是哎，这是婷丽台的梗吗？真的吗？豪先生。你各位要互相标记，不会，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酷的，这是一个马甲的概念吗？还是我们这里也可以出现什么酱油膏、酱油汁、酱油，酱油什么 ？BB 扣，哎，酱油灯，酱油灯，酱油好。酱油奶，酱油冰淇淋。刚认识的干妹妹，哎，可是我不喜欢吃酱油冰淇淋，我只喜欢吃香草冰淇淋。虽然我喜欢冰淇淋，所有的冰淇淋都吃。Hello， 酱单细胞怎么办啊？酱油细胞。啊，你是酱油尾鱼？你说你是尾鱼吗？所
皮酱油回来整，昨天才虾皮酱油回来整瓶碎掉。那你为什么要虾皮酱油呢？你不能去隔壁全联买酱油吗？特别味道什么？特别虾的味道，辣味，辣油。Hello， 酱油尾鱼，尾鱼在这，我有看到你啊。你可以当酱油人，那个只有雨林有。云林特殊的巧雨喵啊！你忘记我们也只用那个西螺的那种。西螺是什么？大木给我们的。的什么？我你知道我只喜欢八方云集的吗？酱油丸子我也不吃。之前有人分享给我，他去日本吃丸子，但是。我跟你说，我觉得那个丸子很可爱，然后也会拿起来拍照。但是呢，它是我人生第一个只会拿来拍网美照的东西，因为我觉得不好吃。我吃了面面，我改可以吗？等一下，你是少凯吗？这是认真的吗？酱油高凯。你喜欢吃的，那你就去吃啊！哦，是啊，那你就去吃啊！怎么办？我现在只想据点，可恶！我不可以据点。我最近有一个一大问题，就是有社交障碍，我讲话超容易据点，不可以据点，不可以据点，不可以据点，继续接下去。哦，真的哦！就好了，对啊，疑问句，哦是哦，变成啊、哦、是哦，哇哦，酷，Hello 酱油哥，Hello 酱油虾，红烧羊肠佐酱油西面，我有社交障碍，哎来了，这是一个平日的负面直播时间吗？可以负面，哎，不是，已经10点半了，傻眼。不是，是我的社交障碍，不是那个问题，不是战力低的问题。加油哥，冲出江湖啦！对，负面，面面社交障碍，那是什么？没有，我真的有一个很严重的社交障碍，我。但是吴奇辉在我很尴尬，吴奇辉，你可以先出去吗？你可以站出去吗？这是一个认真要探讨的问题。我是不会看。Hello， 红烧烂茄子佐酱油，可以吧？可以啊，酱油茄子可以啦，红烧起来，不然就是酱油炒烂茄子配栗子。嗯，佐栗子酱，栗子酱好了，栗子酱感觉比较正常，所以应该是酱油炒烂茄子佐栗子酱，可以吧？什么烂？你不是烂茄子吗？烂茄子，酱油尾鱼，10点半嗨起来！我没有注意到，一日酱油，终身酱油。你们那米粉的部分全不见了啊！对呀，我应该帮他说，应该是对，小栗子是推把米粉留着。那我想想哦，红烧不是酱油炒烂茄子佐栗子汁。湿米粉，湿米粉还是要干的米粉汤，对啊，湿米粉 ID 太长塞不下，那种酱油米粉炒烂茄子加荔枝酱，没有减少啊，没有减少，我想想。酱，你就小慧不要掰了，他还在问你讲完了没？讲完了没？不用掰。
炒烂，为什么坚持要烂呢？如果少一个就炒烂茄子。不炒吗？茄子不用炒吗？茄子要炒吧，不然茄子怎么加在菜里？哎，粉自己就熟了。对啊，茄子没有，本来就熟的。有煮的那个动作，你粉自己就熟了。我有加炒啊，笑死！你把小慧赶出去，结果再取菜名，我就是觉得这个内容不太适合吴吉慧看，我怕他会饿，对不对？贴心吧，我想说吴吉慧还没有吃晚餐，我怕取菜名他会饿，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先出去，然后待会再回来，贴心吗？顶新鲜的好邻居，茄子要过油，过油茄子，呛爆茄子，什么呛爆？酱爆可以耶，那就不酱油酱爆吗？酱爆茄子可以酱爆就是要用酱油酱爆茄子炒米粉佐荔枝荔就是荔枝的汁，哎，这样十个字哎，可以吧？可以啊，我觉得可以，你可以改名哦，酱爆什么？酱爆啊！我原来刚刚是把板擦用掉了。酱爆茄，等一下，他没有听到我刚刚这么贴心赶他出去的原因。结论：茄子恶心。怎么还在茄子？我这么贴心，我把你赶出去的原因就是因为我现在取菜名，我怕你还没吃晚餐肚子会饿，所以我想说你先出去，然后这样就不会饿了，对吧？栗香烂茄酱油，好像可以耶，感觉挺棒的。Hello 酱油 Hello， 酱油，各位酱油，酱油高佐红酱鱼尾披萨，你是谁？为什么副尾哥变披萨了？披萨哥。哎，无脑单细胞，快点！我们现在在玩一个梗，就是把名字一定要加成酱油。你觉得你应该叫酱油什么？无脑酱油？哎，不行，这样感觉要骂到酱油们。要不然就是今天是有脑酱油，没细胞。快点，快点，无脑单细胞，快点加入一下，加入一下内容。其实我又改了，酱油炙烧羊熊烩面。烩面，你很会耶！酱油刚好你，你要把烩改掉啊！酱油脑细胞，如果酱油脑细胞都跟无脑单细胞一样的话，我有点担心大家。哎，吴吉慧，吴吉慧不能改，不要，他是我的敌人，你们要决斗是不是？在决斗啊 ！Hello， 莫里斯，豪哥，酱油豪爷，酱油豪爷，你觉得豪哥酱油豪爷，少林功夫豪爷 ？Hello， 酱油尾鱼，开心，你要加一波酱油啊，豪哥。你不是说你会担起你的责任吗？身为真男人，对不对 ？Hello， 蔡云章，只是干哥哥，刚认识的干哥哥。刚这首歌怎么唱？什么？只是干哥哥，刚认识的干哥哥，你以前还不是我的干哥哥。也许很多余，但我最爱是你，请你要相信。Hello， 梦游仙境，谢谢小文。我说的不是挂马甲啊，那你刚说的是什么？嗨，等等，你说的负责任没有包括挂马甲，那你的责任在哪里？说吧，说你爱我吧。那是什么歌？好，我的认真负面也没有很负面，就是我发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我没有办法好好的继续，我会终结人家的话题，无论是谁。
而且我会习惯性的很不喜欢回复人家任何话，就是你今天跟我讲十句话，然后我回完，不知道我怎么形容啊，就是我超级不会，我不会聊天。谢谢哦，谢谢你们会接下去哦。哇哦，现在在帮粉丝取绰号吗？不是，我现在是要求大家要加上酱油的马甲，这是一种精神，这是一种责任。酱油纯，酱油纯，你在哪里？酱油纯，纯酿酱油。哎，你叫酱纯酿酱油可以吧？纯酿龟甲万干纯酱油。纯酿的可以吧，你这样可以吧，酱油虾你可以，而且你超早就改了，你完全 OK。 我负面投业配哦。还有青苹果，是青苹果吗？青苹果几百年才来看我一次的青苹果吗？对吧，是吧，就是那个青苹果。其实把自己取得很好听，叫做蜜香酱油香茄米粉。蜜香酱油烂茄，烂茄米粉汤。小叶酱起来，酱油会番茄，番茄，好饿哦，好饿哦，烂茄。他是命吧？是命吗？还是我认错人？两人相处不就是这样吗？应该被拒点没关系吧？可是我这样不太会，我不太好交朋友。我有一种严重的把所有人都拒点的问题，我连对，好吧，我连对吴奇慧也会有拒点的问题。我现在只能拿他当举例了，不然面包天天都被我拒点。这样讲起来我没有朋友哎、欸，我居然把面妈都算在朋友的范围里了。哦，不对，如果面妈是我朋友，那我没有妈了。我妈呢？我妈没关系，你喜欢被唱，我没有唱过你吧？刚刚叫你去吃晚餐了，我该改诚心诚意酿造酱油，太棒了，素巴拉西，可以。烂茄没有出来，出现香茄，这个逻辑正确。没有妈了，哎、欸，我还没有，我今天还没有擦到全哎、欸。酱油茶来了，酱油胶。哎、欸，我今天还没有擦好，我开始擦了。小库拉斯，平手，酱油尾鱼胜。酱油小库拉，酱油小库拉斯，酱油小，酱油味应该怎么讲啊？摇摇摇阿基拉阿基拉，摇摇摇阿基拉，地震外小库拉桑，我现在只能把你们的名字念出来了。哎，还有那个，等下傅伟哥叫什么？傅伟哥的名字叫什么？什么什么？我背不起来。喜欢被唱。不行啊，我觉得大家被各式各样的成员养得很奇怪，过来不是喜欢被唱就是喜欢被叫跪下，可是本台从来不走这种风格，我就输了。 F 酱也 F 哭吧，谢谢116的分享。小夜晚上喝酱油，喝酱油也会醉哦。哎，英弟最晚了，谢谢。哎，萨库拉萨，夜空，哎，夜空是该没改，酱油公园，熊熊，酱油熊，酱油熊。好多熊哦，本台夜空 sky 改一波啊，爱打咏春拳的小薰，你应该爱吃酱油糕。还有谁 ？OPPO 哎、欸、，OPPO 那是彩西吗 ？OPPO 的头贴。尤一丁，尤一丁。
写流星，虽然流星去睡了。酱油膏，左红酱，叭叭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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叭，我到现在还没有赢你，我今天，有赢了。小苏，我，嗨，胜率还是不怎么样。酱油左善与尾会面。哎，扶那瓶酱油，扶那瓶酱油一下，好好，我扶，我扶，哎，扶那瓶酱油。他好凶啊！哎，扶那瓶酱油一下，哎，扶。我的笑点好低哟、哦，那个好笑。有吧有吧有吧，这个好有梗吧，天使酱油酸鱼烩面，这太有梗了。 F 酱油鱼酱洋熊佐蚝油捞面，听起来很醉。Hello 天秤座，我也是天秤座。哎，我说到这个，人在低潮以及在谷底的时候呢，人生就会一直想要去信一些玄学。所以我前几天开始查了星座学，我发现呢，我的上升星座是射手座。然后呢，身为天秤，听说天秤跟双子，双子吗？双子、水瓶，还有谁？狮子很好，是这样子的吗？然后呢，那个时候坐在我旁边的一个是小迪，水瓶座。然后狮子小晴，然后我左边是谁啊？天蝎李佳丽，但是我跟天蝎好像没有特别合，是吧？楼下天蝎座，柴米油盐酱油茶，人在低潮，大家是把我收入在低潮吗？天蝎五，我是天秤，但活生生生成了射手，但是心里不怎么射手。上升要怎么查？上升要知道自己的出生时辰，好像是吧？我是早上9:03，对，我也觉得这比较假，但我忘记，我有点忘记时，反正我是早上出生的。双子耶。双子应该说双子跟谁都很合吧。双子是谁？李梦纯。双鱼朵回，哎，对，没有啦，我的第一名是双鱼，第二名是狮子，第三名是水瓶。然后我说双子是因为我们那时候在聊双子，我们那时候在聊什么星座跟大家最好吧，对吧？不知道几点出生，我也不确定。但是我记得我那天有问，讲了就可傻眼，和也没有用啊。我狮子，哎，为什么？等等，为什么宋文的字是灰色的？是我这边屏幕有问题吗？哦，转。Hello， 焦糖咖啡。狮子加一，扑到铺路八字会怎样？会怎样？会发生什么事吗？我很好奇，会被下降头之类的。哦，理解。出生时辰会登记吗？不会登记。我本命狮子上升，狮子双狮，狮子很凶哎。哦，好酷哦！还好，我不记得我自己的时间了。八字很合就可以嫁了。你当初有跟爸爸对八字吗？有吗？没有。那你觉得你们合吗？喂，我。哦，你也不知道你的时间。我不是上升，不是狮子，不是上升，不是哦，你的上升不是狮子就是螃蟹。你
不是酷洛魔法使吗？系统不同没差啦。什么9:15？你吗？你说你9:15吗？钱买酱油啊，伟哥！你们现在变成一句话是吗？对啊，下降了！哇哇，少凯居然讲了一句我觉得不是少凯会讲的话。查了一下，你的上身是处女座，其实处女座蛮好相处的。就是坚持了一点，可是我觉得如果处女座当 leader 的话，整个团队要看状况，通常结果会蛮好的，但中间需要一些磨合。处女座人最好，我的朋友蛮多是处女座的。我想想，处女座我们有谁？九月多，柏林，对吧？我其实没查过上升，我也是前阵子才知道。好像是凌晨2点出生的，自然产吗？柏林还有我人都很好啊。星座有点悬，血型倒有点参考，毕竟是金星型。我好像有说过我是什么型，我是正方形，我是圆形。人都很好相处，可是人家说上升射手有点花，不是，人家说射手有点花，天秤花不花我不知道。太阳巨蟹月亮天，月亮我不知道，我没有那么，其实没有那么熟星座学。真的吗？我也是圆形耶。 Hello 粉圆， Hello 三角形的下了。天秤不遑多让吧，天秤朋友多。摩啊，对对对对，我那天在聊的时候，我其实超喜欢摩羯座，我超级喜欢摩羯座，因为我很多很多朋友都是摩羯座，而且我觉得摩羯座，思维逻辑很特别，但是好像都跟我处得不错。但是我觉得摩羯很艺术细胞，哎，对对对。雷吉是摩羯，我那天在讲的时候，雷吉就说，然后再放下他的手。天蝎，天蝎举例，李佳丽、吴绮慧，还有谁？十一月老很多，还有什么？面霸，面霸是十一月的。艺术细胞，天秤座也是艺术细胞。今天开始我就是摩羯了。F 是什么？这边好像看不到 F 的生日。怪人多，你是摩羯吗？我喜欢怪人啊，超喜欢，我自己就是怪人一个，最喜欢跟怪人交朋友了。各位怪人们，你也是摩羯座。应该说摩羯座有的时候会很闷骚，冲冲冲冲拉风。我发现这个梗已经，原来这个梗早就在网络上流行了吗？我前几天看到虾皮还是哪一个网页也在写这个，没艺术细胞的摩羯怪人，我怪人加一。哎，洛克一直待到最后，哎，结果你真的被传染了，笑死！这首歌蛮喜欢的，这明明就是一首老歌，今年才红。从今天开始学习变怪人，哎，我怪不怪？我怪吧。真的怪吧，对不对？他点头了。怪人话，这首不看 MV 还好，但是我觉得听起来很熊中毕业典礼。动粉是什么？啊，不唱电话。好酷。
没办法，怕车上只有收音机。我就像只野狼，身上披着羊的皮。我的心情好比开着一架战斗机呀！轰隆隆隆隆隆隆隆，冲冲冲冲，大风引擎发动，引擎发动，第一瞬间踩下油门，汽油清风，冲冲冲冲，当窗外的风吹动每一个毛孔，我是今夜最稀有的品种。收照片，梅虾还敢赞你呀、啊？难道你们只为了看虾虾吗？不能这样好不好？瞎掰。有我的 baby， 爱高档餐厅，我开的双臂，说你一辈子不移。好的，我们今天梅虾，因为我今天没有把它从房间抱出来，所以我。不会让你们看到他的。嗨 ，T 蛋，最期待就是虾虾。不好意思，虾虾今天没有直播、哦，他今天没上班。喝完了。不修很可怕的。好像还好。我很喜欢这首歌，主要是这首歌主要是就喜欢。好的，没事，他正暴动。你是就喜欢怎样，你分怎样。才懂星座环节，不怕没义气，没志气，怕你有生气，怕我一秒记起。要不要跟上阳光彩虹小白马？阳光彩虹小白马是什么？是拜无心假还是之前了？今天应该是无心假，他要休息的好不好？谢谢大家试图给我自信。大张伟，萨库拉桑，累了下就回家。今天没主题可以聊，今天要结束了。什么大图很好看呢、啊？你是说前几天不知道为什么被疯传的那张照片吗？不是要放大碗宽面了，你们已经看了两个小时的大碗宽面，没有大碗圆面。
怎么能哭呢？一切会好的，一切都去吧，你就得想着，既然没办法，还恨他干嘛？还管他干嘛？心里要记得，你是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那那个那那那个那个那那阳光彩虹小白马，滴滴答滴滴答，我是那那个那。歌都很可爱，羊奶奶出来，你是要叫羊奶还是奶奶 ？Hello， 峰峰，快速乌龙，谢谢峰子的掌声鼓励。感觉背景有人在跳舞。对，跟果汁分我一半，还有那个我怎么那么好看，都是同一个人唱的。
些微微的拉布，打咏春强身。我记得某一间学校好像学校也在永春那边，他就在永春吗？叫什么啊？某一间学校的早上的健康操也要跳，一定要跳咏春拳，哪一间呢、啊？就是永春高中，对不对？我忘记是谁，我好像有一个朋友在那边，然后他就跟我讲说，他现在很会打。标准是 Love you， 谢谢微微。我这样是不是反的？我如果在这边做的话是反的。身体健康精神好，规律运动不可少，没事常做健身操，全身运动功效好。喂，同学，有人在下面留言问我为什么是 Lucy， 我怎么知道为什么是 Lucy？ 这个问题我。十几年前有问过。哎，这个东西我跳了六年，对吧？六年，一到六年级，那是不一样，这是高年级吧？是从四年级到六年级的。国小有跳过哦。
题了，至少那样子不难过是吧？幸亏20个赞，人家4000了，第二六国家级边缘人。然后马上有在收 VIP 券，马上有在收300券，怎么办？阿春也是126边缘人，太惨了，太惨，好多、哦。来来来来来，有抽到的各位朋友，来抽到的34570345789，全部出来举个手，不让我难过一下。不知道能买什么，来买 mini concert 的票。mini concert 的票，变成哈根达斯。没有没有，0857943。所以原来国家是这样子。非常了解，0857943。笨怎么办？有药医吗 ？Hello， 小宁，全部数字都出现在身份证里，然而最后没有吗？记错时间，压线失败，悲剧。哦，累积现在6200了，是吧 ？Hello， 三个字，小白马。谢谢有中了大家，我分享了我的悲剧，希望大家未来不要再重蹈同样的覆辙，希望接下来的券大家都能抽到好吗？中午才3000多，你不知道刚刚我们一路从4000看到6000吗？全部都在这2个小时内。好的，希望大家对存钱买4单吧，加油，可以的，加油，我们一定可以的。反正也是拿来买4单，你说易放券吗？可以放到那么久吗？易放券放到多久啊？易放券的那个，原来我没有填，所以我一点都不想知道它的详细情形。啊，加里个豆，可以放到年底是吧？可以的啦，等一波啊，一样到年底修图完，哇，对。大家要记得介绍要准时锁定放下我吧，还有动资券啊，动资哎，对，动资券不是有分身份证可以填不可以填吗？我去看一下，我去看一下。Hello 大仔 ，Goodbye 啊，阿米，那我就决定了，之后叫你本啊，好难念，本啊，一方是谁？所以说我也不确定，反正我希望我跟一方可以成为好朋友。好啦 ，Goodbye， 今天是双数啊。好的，我了解了 ，Goodbye， 啊，我要晚安喵。我刚放完了小白马，我蛮喜欢这首歌的，好可爱。米仔不是比较好听吗？米仔，那我讲中文吗？因为我怕米娅会听起来像喵。喵期待一波放下我包，也可以期待一下我们的前哨站。我觉得前哨站很有趣，我明天再来截前哨站有趣的东西放限动好了。马达都要比你爱马笑啊，是米达松面仔跟米仔，好吧，那我叫米仔。Goodbye， 还可以期待一下我的运动细胞。晚安。